少君，谢谢啊，不客气。少君。 真的很漂亮，恭喜你，谢谢，谢谢，好好对她，我会的。 没想到，经过这么多年，我跟少君竟然会在这个场合重逢，这心情该怎么形容？真让人千头万绪。想起一路走来，少君因为仇恨而蒙蔽了双眼，做出了许多伤害了他深爱的人，也伤害了自己的事。而庆幸的是，因为干妈无私的爱与包容，最后终于化解了他心中的结。 少君现在决心重新开始新的生活，我也该把握自己的幸福。我相信，明天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，都是幸福的憧憬，爱的渴望。别人的眼未满，已过不了车关，这感情太委婉，太艰难，那是。 情人的劫未断，陪酒的心未完，这条路太多弯，太多坎，是否能笑着走完？道不出心里的酸，只能。
受。你没感觉他是故意气你，让你打他的吗？他这么做是想赎罪，他已经知道自己错了。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你们说的没错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我就是多余的，我就是个祸害。我对我妈不孝，我照顾不了我妈，该打，该死。继续打我吧，我求求你，打死我吧，程勇，放开，打死我，你放开，程勇。这不是我要的结果，我只是想自己了断我自己，我没有想过要害他。少军，少军，你怎么了？啊，怎么成这样了？是不是你们打他了？啊，你们为什么打我儿子？为什么打我儿子？啊，爸，是我的错。如果不是我，他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严重烧伤。你说的是你妈？他要是不为了保护我，为了保护我那个不孝的儿子，他就不会成这样。爸，这么多年我一直渴望母爱，我一直希望母亲可以照顾我，保护我，这就是我要的结果吗？我不想看到她受伤。爸，他错了，都是爸不好。我不该喝了酒就乱发疯，是我把你妈打跑的。其实你妈妈是个好妈妈，是我不懂得珍惜，还在你面前说你妈跟男人私奔了。所有的这一切，那是我造的孽。少军，老天爷，我求求你，我跟我妈好不容易见着了，团聚了，我还没有尽孝道，还没来得及让她享受天伦之乐。老天爷，我求求你发发慈悲，不要把她带走，我愿意用我的下半辈子赎罪。老天爷，求求你，君君，求求你。医生，医生，病人情况怎么样？病人的脑部受到重创，加上大面积烧伤，目前仍处于昏迷状态，先把他送到重症室进行观察，病人的存活几率只有30%，希望你们心理上有所准备。拜托，一定要全力抢救。我们会的。监狱里服刑，诚心悔过。据说他
表现良好，干妈，你应该可以放心了。公司方面，宋氏正式着手打造娱乐城的计划，还有我当初的节能企划也继续沿用，总算没辜负您的器重。爸也在宋瑶的照顾下很快的恢复，现在已经能借由拐杖站起来重新走路，大家都很为他高兴。不过最幸福的莫过于小勇和美美。告诉干妈一个好消息，美美怀孕了，我爸和我妈开心得不得了，这下成家又要多添一个小生命了。干妈，还有一件事儿。小花，可以进来吗？哦，妈，你进来吧。小花，小花，你怎么这么晚还不睡呀？明天就要拍婚纱照了，这要是有黑眼圈，拍出来的照片啊，会把新郎官给吓着的。哎呀，行了，我马上就睡了。早点睡啊。行了行了，我知道了，早点睡啊。哎，今天好漂亮！哎，程莹，你看，啊，新娘子来了！哇，出来了！哦，姐，你真是太漂亮了，漂亮吧？对啊，姐，你这样未来姐夫看见了，还不得目瞪口呆啊？这都是贝贝的功劳。啊，真棒！我可是把我毕生的绝活全施展出来了。哇！哇！怎么了？我在想怎么没有早点认识你。又不正经。非常漂亮，哎，咱们再换套衣服，去拍外景，好吧？走，哎，走。请问是你们这儿叫的外卖吗？啊，是的。啊，一共多少钱呀？哦，一共32块。少军，谢谢啊。不客气。哎，少军。真的很漂亮。恭喜你。谢谢，谢谢。好好对她。我会的。没想到经过这么多年，我跟少军竟然会在这个场合重逢，这心情该怎么形容，真让人千头万绪。想起一路走来少军因为仇恨而蒙蔽了双眼，做出了许多伤害了他深爱的人也伤害了自己的事，怎么能够
庆幸的是，因为干妈无私的爱与包容，最后终于化解了她心中的结。少君现在决心重新开始新的生活，我也该把握自己的幸福。我相信明天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幸福的憧憬，爱的渴望。恋人的眼未满，已过不了这关，这感情太委婉，太艰难，那是会峰回路转，已给不了的暖，我会慢慢习惯。情人的结未断，配角的心。